为了维持亲密关系，谢玉玲跟雅雅竟然。夫妻啊，就必须要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亲密关系，要不然就容易出问题。那我没这个问题啦，是因为我跟老婆还蛮能够去调试这种事情的啦。房间不行，客厅也行啊，也不一定啊。说最荒唐在哪边处理？山洞啊，对啊。